我問你，我問你，2020年最興係啲咩 ？Vacation 啊嘛。冇錯啦，而依家酒店咧，除咗係新開幕之外咧，佢來台都唔夜少噶。除咗係英國名牌酒店之外咧，而香港咧亦都係喺海外第一間分店。唔講咁多啦，快睇下啲咩先。就一個開幕嘅 staycation package， 1450咧就包750蚊 dining credit 同埋依間房，一齊睇下房型係點啦。